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今天来狮头山旅行，我现在在狮山游客中心。狮山游客中心位于狮头山的狮尾，所以早上我就先走狮尾这附近的步道，然后下午再去狮头爬狮头山，上午就先走水帘桥步道。水帘桥步道应该是狮头山最热门的一条步道，短短只有几百公尺而已。好，现在出发了。前面是步道入口，入口有水帘洞的石碑。这里是水帘桥步道的入口，我们先去参观水帘洞。水帘洞据说是狮头山最大的一个天然洞窟。水帘桥步道就在峡谷的另外一侧。绕了一小圈上来了，现在走往水帘桥步道。现在进入水帘桥步道，往水帘桥175公尺。前面是一线天峡谷，峡谷的上面就是水帘桥。天桥是天哪，一步一步，它一很，这样讲对吗？水帘桥到了，这是日治时代的古桥，旁边有观景平台。从这座观景平台可以欣赏水帘桥拱桥之美，下面就是一线天峡谷。这是大正7年的古桥，这是民国54年的老伯，那我是民国50年的老头，这样可以吗？
前面石阶上去就是步道终点。绕了一圈，我们现在回到狮山游客中心。我们现在回到狮山游客中心，这样环绕一圈差不多一个小时，走完水帘洞、水帘桥步道，这两条步道也是狮头山最大众化的步道。我们现在游客中心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走附近的别条步道。水帘桥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